好，OK，准备开始。首先，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胸腔，然后咔往里面按一下，然后手掌、五指打开，然后往我们的胸腔往里面按，咚，这是一。好，二的时候，同手同腿啊，右手右腿内扣，把我们的右手拎起来往下拽，然后右腿膝盖内扣。好，反方向，左边、右、左，然后有个垫步，哒哒，左右，然后往前冲，哒哒。同时，我们的手继续啊，右边、左边，哒哒哒哒的时候，再往后绕，然后我们的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，然后并脚的时候，擦擦，伸直，然后回头，咔咔，拳头。好，这个步伐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、二打，三、四打。好，五的时候，我们的脚步啊，先踩踩踩我们的右脚。右脚踩出去的时候，脚掌着地，然后后跟翘起来，然后我们左脚是往外开，然后内扣，啊，五六七走，踩踩的时候，一个是脚尖，一个是脚后跟，啊，右脚是前脚掌，左脚是脚后跟，然后翘起来，然后内扣往里面内八，好，然后踩左脚，同样一样的啊，踩左脚的时候是前脚掌。然后右脚是脚跟，也是外八，然后内八，然后再来一次，右边回啊，右脚，左脚，右脚啊，三次。好，然后我们的手的动作是五六十针啊，一样转动，然后食指右在上，左下，五六七打，七打的时候左手在胸前，然后右手从上面掏出来，七打。八打从后面再绕到前面来啊，七打穿上来，八打从后脑勺这儿再穿回来。好，让我们加脚，五六七走，五六七打八打啊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走，五六七打八打，好，这个八拍我们喊拍子，五六七八，一二打三。四打五六七打八打，好，然后啪啊，左脚往右边踩一下斜方向，身体往左后方倒，然后咔，左手抬，右手往下压，踩一下，咚，好，然后回来，手抡一下，抡下去，好，然后我们的左手在腰间，右手低的、中的。高的，同时我们右腿膝盖低的、中的、高的三次，然后我们左手是不动，右手啊，低、中、高运动，咔咔咔，膝盖往里面三次，一二三，好，然后我们手拍跳啊，拍一下跳一下，拍跳，然后并脚啊，身体就是斜方向斜左边的并脚，然后跳起来，手臂框架90度，好，然后跳到右边，咔。交叉握拳，两手交叉在胸前。好，这个八拍我们喊拍子，五六七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打，七、八，好，往下，然后头先咔看回来，往左边啊看看正面，然后顶胯，我们的胯，左边右边左边右边，就这样一直顶啊，左右左右顶，然后。一头，二左胯，三右胯，然后四五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就变成手掌，慢慢的往下搓下来啊！再来一次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八的时候，左手打开在旁边，然后炸，左脚踩一下，然后我们的右手在胸口拍一下，八。好，这个八拍我们喊拍子，五六七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一的时候身体起来，然后并右脚，我们手再拍一次啊，一好，然后我们的身体往下顿一下，蹦蹦蹦三次啊，渐渐的停顿，往下沉，二三四好，然后五六。跨右脚，然后我们的右手在胸前弯曲，左手抡上来啊，拎上来，
然后身体往右边沉，五六膝盖内扣，好七，往左边钻，换手，八再钻，好，最后一起说完，踩左脚，然后准备转圈，右脚过来，直直啊，手擦食指肘两次，怎么又啊两次？好，最后一部分我们喊拍子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。好 ，OK， 好，下面我们整体的喊拍子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。二打三，四打五，六七打八打，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七八一二三四五，好 ，OK。一二打三四打五六七打八打，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